作和上一次的一个合作。不说，因为每年来来去去，来来去去就是十几个到几十个人之间吧，最多剩下几十个，因为我们每年都有非洲班嘛，外国弟子来这边体验三个月嘛，三四年了，年龄大的就三十多岁嘛，小的十来岁，都有会外语的僧人，他们来教他们，都一样，他们有他们的一个班级，所以都安排到一起。练完之后，他们把少林功夫传播到他们的国家嘛。小程序里，抖热乎视频。